是何人？我乃玄都小法师，奉太清圣人之命来杀你。人叫太清圣人的开天之宝太极图，太清何时又夺了为弟子？瞬移神通，金蝉脱壳，好快！太极图的杀招居然追不上他。太极图虽强，你却太弱，白白浪费了他的威能。一气辟乾坤，混元小世界。凭空划破乾坤，开辟混元小世界，这就是大罗级别的神通吗？开！企图隔绝在混元小世界之外，只能靠自己了。在我的混元小世界，阴阳、五行、方位，皆由我来制定。我就是天地，根本无路可逃。必须得过了这个混元小世界。七十二金仙境指人出，这些指人不对，不是小法师，你是水神。指人一队顺时针方向运动，指人二队逆时针方向运动。提速，提到光速，瞄准，撞击，这是什么？分明是指人对撞，却能在瞬间产生出堪比太阳星的能量。不对，是人灵爆阵，黑洞，哈前辈，护。太阳星在坍塌爆炸，我的混元小世界要被撕裂了。